身体侧过来，然后抱身体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蹲下，一，往后看，二的时候收回来，右脚收回来，二，手放两边，并脚，然后三的时候，两手背到后面去，然后身体踩右脚往前，侧面做 wave，再做 wave，然后五的时候还是踩右脚，然后胯往前画圆，然后右手经过头顶倒过来。七的时候往自己这边扇风，八按腿，然后右腿弯曲，左腿直的，好，第一个八拍喊麦三遍，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接着往后二，并右脚身体往后站，二，然后二的时候出左脚，然后手两个手臂是90度，右腿弯曲二，然后三的时候往右转，再转回来三，四的时候两手往上伸直，然后五往后画圆，六七的时候核心起身体的位七，八的时候退右脚，左手指到正前方。好，喊拍子来一遍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往后，然后左手抓，旋转抓，从小拇指开始，然后左脚往前跨一步，一二三的时候右脚拿回来，三抱住，右在上，然后四五六往后。慢慢拉下腰，然后左腿是弯曲，然后右腿是直的，身体往后，慢慢往后拉，五六，然后七八的时候，右手拍左手，顺着摸下去，然后踩右脚在前，然后交叉转转过来，七八，好，这个八拍我们慢慢来一遍，五六七八，一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往后，然后右手顺势放在这个从这个右胯，然后把这个腿掰过去，一、二掰过去，三的时候右手搭左腿膝盖，然后左手放右肩上，起来，左脚往后退，哦，左手，右手。往上，往下，蹲下去，然后咔起来，好，喊拍子来一遍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，搭六七八，一就是一，然后接着往后，然后出右脚，胯骨就是右胯骨过去，回来，左边。胯出去，手的动作是交叉、打开，然后按点你的点，然后回来，然后拉，好，喊拍子来一遍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拉完之后退脚，再拉一次，啊，退脚，五六七八，哒哒。手从后脑勺到头顶，一二，然后三变四，跨式后，然后回来，看，然后手抓身体转过来，然后后背趴下去，从左边然后到右边，五六七八，八个时候推右脚，好，这个八拍会弹拍子来练，五六七八打一。二三点四五六七八，这时候你的脚是交叉的啊，右左脚在前面，然后再踩一步，然后手还是右手拍左手，然后顺着手臂摸下去，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大，先右手后左手，然后五六收。
先把脚落落地，一、二、三，往左边抽，往右边抽，然后下去，起来做 wave， 然后往上，再往上抽。好，这个八拍我们来改变。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精彩内容，记得关注我哦。